大家好，我是发哥。昨天去买了沥青胶水，今天就自己来铺这个房顶。首先把这个打开，因为这个房顶啊，我们这也住了11年了，一般的这个沥青瓦的这个寿命在25年，所以不知道前面有多少年。那么有这个发现有一点漏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，所以把这整个这一片就全部给它涂一遍。上次是小补，根本就没有补上，这次把整个这一个区域给它重新全部涂上这个沥青胶水。沥青胶水的这个使用年限是10年。现在是雨季啊，等它过了雨季，明年夏天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屋顶整个换掉，然后换一个屋顶大概要2万块钱，2万美元。